有何谓都用？哎、欸，不能讲会会。我该被编台，我不知道是三小，反正就不要用 NCS 歌好了，以后就算了，就不用那个。其实我之前有用 NCS 歌，然后录影片的时候有一两支收到警告，但是后来有申诉成功。但我觉得应该是版权蟑螂还是什么去申请那个歌的版权，然后去抓的，因为 YouTube 其实有那个版权蟑螂。就是他们会申请那些看起来没版权的版权，当作他们自己的版权，这样他们就可以依照他们有的版权去对你进行，比如说跟你盈利共享，或者是就直接让你的影片没办法上架也是有可能。伊斯塔可以过吗？我打好久都没有办法过伊斯塔。伊斯塔可以过啊，不过好，我们等一下来打打看。先不要说是什么检举啊，不知道，刚才在开玩笑而已。但我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可能还是要了解一下。欸、太恐怖了，第一次遇到那种。开到一半直接被崩掉啊！这事情其实很大、欸，这是我真的第一次遇到的，会要到直接崩人，有这么扯吗？我觉得不是 NCS 的问题，如果是 NCS 的问题，他大可以在直播结束之后就跟我讲说这则影片有版权内容，然后请你这个请你的盈利分享给别人。之前的做法是这样，他不会直接崩掉直播的。而且 NCS 也不是什么那个，我觉得这件事情，而且我刚刚去看的原因不是版权问题啊，是那个哎、欸，我刚才给你看嘛那个，我刚才给你们看那个页面哎、欸，什么吸毒三小没有啊，直播哪有？我们该直播打游戏啊，看还是这游戏有毒啊？我是已经不懂那是什么意思了，真恐怖、啊。对啊 ，NCS 都放多久了？我觉得 NCS 那种顶多是吃吃版权，没有盈利而已，但不会到 ban 台吧？ ban 台这很严重，而且还吃警告哎、欸。而且那警告写的是，如果说你在警告吃下去，他就不让你开台了。他该写的是这样哦、喔，你警告吃多了，你直接连你的频道连上传影片都不行，然后连那个直播都不给你。所以我在想有两种可能，第一个 NCS 有可能，但我觉得机会小。第二个有可能就是。有人检举，看看我们刚才在嘴谁就知道，没有开玩笑的。神木之塔应该不会这么小气的、啊，应该可以接受批评吧，批评才会越来越好啦，哦，应该不会啦，我也打从心里不相信是佛心公司神木之塔去检举，我相信，那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了，可能就真的要去查了，好、哦，可能真的要去查了。但就这么刚好，我们刚才在追某些东西的时候，哎，就出事情了，有点奇妙啊，这世界。好，直接开。好，然后把珠子哥开就行。六 combo 完美。也有可能是别人乱检举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已经按了申诉啦，就看他之后有什么原因这样，反正之后看再说吧。检举我不知道是怎样哎、欸，我不知道那机制是怎样的，反正我觉得有点恐怖啊，明明真的没干嘛，还是播放清单差几首不是 NCS， 不可能，因为我自始至尾从我一开始播 NCS 就是那个。六个小时的那个清单，我们每一个地狱级、梦魇级都是用那个来播的，所以要出事也不是今天出啊，他会，我一开始播应该就应该被检举了，或应该就直接没版权，没有盈利了。我都播同一个清单，没有变，一样的。
反正我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我再跟各位讲，现在都不好说，这有点恐怖，就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。对啊 ，NCS 是没版权的音乐才叫 NCS 啊，有版权你叫什么 NCS？ 而且我都用同一个清单，我也没换啊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就是这个地方。你说我其他的可能说直播开车这个被 ban， 我还可以接受，毕竟对啊，我就是开车怎么样？但你用其他理由，就觉得我就觉得有点奇怪，就不知道是怎样。你们有看这么久直播的朋友，应该也是第一次看到直播直接被 ban 掉的吧？之前都很少有这种情况出现，应该是几乎都应该是真的没发生过，所以我才觉得这是很奇怪啊！明明就跟之前一样，而且今天也没有特别开车，我们看明在讲慧慧，哎，不要再讲那两个字。余悸犹存，知道什么原因？记得 YouTube 发文公告哈。我们调查一下哈 ，FBI 出动了。第一次遇到蛮新鲜的，你觉得蛮新鲜？我觉得蛮恐怖的。欸，收到两次警告或三次警告，你就直接不用开台，你直接不用上传影片，他直接封锁你这个，直接封锁你这个用法，好恐怖的，气到 Poki， 与其气，我感觉比较恐怖。如果说是这样无条件的边缘，我觉得有点恐怖。阿尔换附加效果消除比较好吧，我跟你讲，换附加效果消除，他一定会把它改掉，他那个不是游戏的政策啊。所以你换那个附加效果消除，我就算今天可以过好了，之后你们也不一定可以过，说不定官方又把它改掉，也不一定。封锁之后回去那个长得灰的主频道 bird， 也是一个方法。这里的话，关掉的不能批评游戏，批评游戏我手会抖哎。不是，我就可以吗？那批评游戏的话，我觉得我人生乐趣直接少一半。如果被 ban， 有机会看到在 P R O N N H U B 开台吗？应该是没有。P P 游戏比开车严重。对啊，那开车都没 ban 我了。今天不知道做什么被 ban 欸，太恐怖了吧？对啊，因为正常小事是不会直接被砍台了，一定是某种很严重的事情。但我们刚刚。不啊，大家帮我想一下，我们刚才到底直播有做什么很严重的事吗？我们刚才到底怎么啦？到底怎么了？刚才都跟之前一样吧，播着 NCS 的歌，讲着干话，开着车，刚刚也没脱衣服啊。那我之前 cosplay 那个红音都没被 ban 了，那个更恐怖吧？那个才是什么奇怪的内容吗？我只有看到呛官方，对啊，我只有讲到慧慧事情就断讯了，就直接被 ban 了，骂官方，对，只有这个事情是跟之前，不知道我之前不是也直播骂过官方吗？奇怪，
我们昨天好像骂更凶哎、欸，因为我们昨天打轮回的时候死掉了，人蛮诡异的，是不是漏什么？我今天有漏吗？你们看我漏吗？我们刚刚有漏吗？没漏啊，漏什么？太奇妙了。长太丑或真正套奶吃。我们刚才，你知道我刚刚直播跳掉的那瞬间是在哪一关吗？我们是在有一个龙的那一关呢、欸。你跟我讲那个龙有奶子，你的眼睛真的是构造蛮特殊的，露出半个盔头，哪有？记录档它好像现在是砍掉的，就是如果说你们现在要重新，就算那个连接打回去是看不到的。现在只有我这个账号可以看得到那个连接记录，然后一般人是没有办法透过刚才那个连接去点进去，他只有把那个直播砍了。兽甲觉得不开心。他是为了那个龙杯，我也是觉得好啊。那下次我们打到那关，我就马赛克吧，我就自己后置一个马赛克的素材，直播点一下。手太好看了，电脑判定的头像像奶子，怎么判定的？怎么判定的？这个 AI 太猛了吧，高科技啊，这我无法跟上。那我要怎么做才不像奶子？怎么奶子头？好了，不然我跟你讲，我明天去剪头发，气死我了。我把这长得太猥亵也错了吗？哎 ，YouTube 是不是有一个条款叫做长得猥亵不能开台？都这样我也服了啊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真的猥亵错了，为什么猥亵的人不能开台？感谢玛雅的港币十块，等你为什么你要长那么帅？我为了我长这帅的事情跟大家说抱歉，对不起，长太帅了，对不起，真是。哇，怎么办？点错了，我没想要点这个，很开心。哦，是100港币哦，抱歉抱歉，念错了，100港币，谢谢玛雅。反正我们直接手转应该就可以了，其实可以开一个。我刚应该直接转了啊，不应该开阿尔冯斯，开阿尔冯斯整个就会破坏版面，比较麻烦。应该不会准备的。你问我，我也想问啊。这个老婆得用钱给他。好，开始磨技能咯。干，还是其实敌人的问题啊。你看那个这个徐普诺斯，他前面有五颗圆圆的东西在晃啊，会不会 YouTube 把他误以为那他晃的那个东西是奶子？不是啊，那个是按属性的圈圈，你有看到奶子这么黑的吗？还不是开玩笑的。他说你判定哪一对是奶子？我越来越搞不清楚 YouTube。前几天没事的啊，都一样的音乐啊。
所以我才觉得很奇怪。黑葡萄，黑葡萄，所以我不懂他到底那个判断的感觉在哪里，有点抓不准。龙科是板拳盾，哎、欸，对哎，那我等下关音乐好了，谢谢你的提醒，好险。他脚张再开，他脚张的跟九峰王一样开，好不好？要ban早就ban了。R 可以换大西蒙吗？完全可以。反正你，哎，空转。反正你那个 R 那一张，你可以换固定转六康版面的角色卡，像是大西蒙，或者是阿尔冯斯都行。然后，不然就是庞贝。蛮多可以换的，哦，你点好像锁定到他下面。他说你不可以虐待敌人，就是把你 ban 掉啊。露出 hashtag 无毛，这个你那个 hashtag 会不会 ban 吧？你刚才标题有配 ban 台元素吗？没有啊，刚刚又没有在标题打什么台词。哎，标题打什么？第二天会打到爆气吗？难道爆气会是 ban 台的重点吗？所以以后直播的标题不能取爆气，是不是？哎，可以开技能吗？再确认一下。又可以开了！那我要开吗？我不要开。我不要开这个，我开这个就好了。留言大 delay 耶，只有大西蒙可以过吗？两卡的合体，两卡合体应该也可以。反正重点都是在带这一张，你只要这张就可以了，奇谭就可以过了，其他的都可以换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吧。给牌就估计应该打得过吧。哎，版权靠腰啊，版权先静音，游戏先别吵，突然有点安静，打完这个再说。啊，到时候要被编台了，应该没声音吧现在。真的好干哦，哼点歌好了，哥哥爸爸真伟大，名誉造我家。哎，好了。哎，可以40亿耶！你们说要看接下来可以打到几关吗？其实接下来应该可以打一下，哎，因为靠一张其实可以打40亿啊，是有戏的吧。继续播 NCS 不行啊，就被搞了，没办法播。来看这队可以到第几关？该怎么没有直播了？不知道，我知道了，我在跟各位讲。反正刚才就是被 ban 了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
技能上都写无视封锁，那很奇怪啊。那我可以开解封锁的卡片，那我为什么不能再多开一个附加效果消除？我就担当6000万。下面关，叫七康。其实我们可以开这个，啊，可以开这个主动技能。为什么刚刚一血奇坦可以攻击啊？因为奇坦他睡觉，还睡觉，他躲过一劫。哇，伤害好低哦！感觉差不多了，不然打不下去。30关还有那个7亿的敌方血量不要闹，我觉得打到这里差不多了，真的打20层拿个卡就好了，打下去太勉强了，打到30层真的太勉强了，打不过，不要浪费时间，所以这一队打到20层就真的可以收工。哪一张爽？